的就要。你会写互通两个字吗？啊，没写，我只能写互。互通。如果打。相互的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别闹嘛！你听我说完，给我说。打一百盘，然后打五十，告诉不用说了。小盖是哪个？啊？打不了。你打个最大范围的来看看。你能像上次，像上次打那个，打那个什么？不要摸了。打那个简练车，打那个简练车一样的，打那个一样。单人线一样会不会用？要啊。要打一个。